这里是西堤码头，珠江夜游，越秀区这个售票处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步行街，这是珠江的上游。这里的珠江跟珠江先生那边的珠江，它更窄一点，没有那么宽，所以那个对岸的建筑看起来就比较近。其实对面就是那个海珠区来着，可以看到这里停了几艘这个游轮，其实就是珠江夜游。这里的治安非常的不错，这里有很多的那个巡逻的那个巡逻警察在这里，外地人来这里非常的安全，因为这里是网红打卡地，人非常的杂，鱼龙混杂，所以为了确保这里的安全，这里有非常多的警察在这里巡逻，时不时就要查你的身份证。这里还是非常的值得来的。那个，如果大家想来广州的话，一定要来这里。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景点可以打卡，还有美食。广州最有出名的就是美食了。大家吃美，想品尝广州的美食的话，一定要来越秀区，不要去天河区。天河区因为是新区，那边主要以商业为主。来越秀区这边，这里的美食又便宜又好吃，而且具有广州的特色。